新闻首先，咱先来关心消防方面的消息。嘉义市纪晓弟兄自十五号起积极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密集训练，为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纪晓竞技大赛做准备。市长涂新泰主持开训，为四十名纪晓选手来加油打气，即便纪晓当前众志成城，为家进攻。嘉义市纪晓警官开始做全国纪晓竞技训练，市长涂新泰主持开训，由消防局长苏耀兴以及纪晓总队长苏金文陪同，为四十名纪晓选手加油打气，即便众弟兄众志成城，为家进攻。特别有这机会，过来给大家人吊起劲大家加油一下啦。市长勉励纪晓同志平常时执行救灾救难工作，牺牲奉献、辛劳付出，为着伫全国纪晓竞赛有良好的成绩，将利用夜间时间密集训练，牺牲家庭时间，团结精神，令人敬佩。消防局长苏耀兴感谢市长以及议会全力支持，争取消防设备预算。消防局104年编列2468万预算，105年编列1789万预算。建置一影像分析仪、救助器材车、消防衫、帽子、鞋子等装备，纪晓人员水液、救生装备、太古等等。除了充实纪晓的救灾装备，也提升嘉义市消防甲纪晓的战力，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。最新新闻，出面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